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拖车双和解，特别是新手女司机更加要学会此绳结。首先我们用绳子从牵引杆下方向上绕过一圈，接着绳头向主绳底部绕过，再向牵引杆再绕过一圈。然后再这样绕过主绳，接着再把绳头折双，然后再塞进双绳环。最后整理收紧一下，这个拖车双和结就绑好了。此绳结是广大新手女司机最易学的拖车绳结。要解开绳结也很简单，只要抓着绳头一拉即可解开。今天的视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